我回去找你。我又来找我们，加油！不要靠我要去找你们。不要来！我要把苦力靠送给曾经的队友。开心钓鱼就好。九九九。要帮你们吗？好爽哦！哎，杰瑞下去干嘛？杰瑞跑下去了。杰瑞下去干嘛？红队是不是？苏敏约他们要下去，下去干嘛？原来你的心在红队。没有，帮忙，帮忙，帮忙。还有谁？有了。耶！我们刚刚是叠的四格高，继续钓鱼，苦力怕就摸不到了。哦，我们刚刚是在那个啊，就刚好找一边啊。对啊，刚刚找峭壁边。好好烂的位置，超烂，位置超烂的。先挖，先打木头。啊，对，先打木头。伐木工，村庄在前面，你们要去逛村庄吗？可以啊。刚隔个干村庄好像没什么东西哦，真的假的？没东西那就算了。哎呦，看来他们掉到苦力怕了，我听到有人在大叫。真的吗？哎呀，没用，本机没用，什么东西？本机没用，他骂你耶、欸！哇，他是骂你啦！你不要会错意，他是在骂你。二三四五，他很难过、哦。好了，哇，什么雨月？有啊，有用啊，有用啊，有用啊！雨月在干嘛？那你，你太高了吧？他可能是0.5秒之内要吸下去了。可是，哎、欸，哈基他们在港旁边呢、欸，我看到了。旁边会不会拉一拉就减速看我有点怕。铁针你没有拿齁，杰克也在，跟他讲他。对啊，他们都在啊，他们都在啊。不能捡起时间增加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因为那个延迟嘛，如果突然捡到的话，就那个时间点，如果你捡得很快的话，就不会生成。哦，就可能你站在旁边钓鱼，马上钓起来吸到啊，马上0.5秒一定不够，又不会变的。对对对。哦。我看一下，哎、欸，无限输，无限输，可以了。哎呀，可以了，你们有人可以那个了。强力士，目前一把强力士。嗯，那可以啦，那可以啦。哦，强力士。是不是好嗨哦？什么事都不用。哎、啊欸、你掉荷叶、欸，我掉荷叶没有出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所以他就是太快、啊，刚刚讲的。太快。哦哦，我跟你讲，我的战法是我们都不要掉。都不要掉！哇哦，都是两个，两只！哎呀，太快了，0.5秒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先离开，好了，我离开一点。然后你把苦力包丢给我啊！好，我赢走，我赢走，我赢走！哇哦！等一下，我勾到他，哎，滚！哇！哎，哦，没事。0.5秒！你们等下打起来，这边等下打起来，是不是敢把安丢在地上引爆啊？对啊，哎、欸，对我有一个安呢、欸，我有击退风力山，我这边有一本强势的书啊。哦，那你们付那个吧。哎、欸，那个铁针在谁那边啊？在我这，在我这。好，我先放，我放。你们要怎么下来？这个我也在想，我们要怎么下去，你知道吗？还是你们干脆就做一个，先做一个平台，直接在这边生存吗？哦，也是可以啦。反正等到你们有人有无限附魔书就可以那个啦，就可以把他射死了。哇哦！哇哦！不是他不是下去了吗？太多只了！等下，这是你们掉到什么啊？不是我身上的安那些全部爆开啊！我身上的那个荷叶，怎么那么嗨呀、啊？你这附魔书在哪里？等一下，完了，在繁星那边，繁星那、欸、是繁星那吧？可是都掉地上啊！你先跳到水里面去，你先跳到水里面去，你先跳进水里啊！那个苦力怕游泳很慢，嗯，好像都看我哎、欸，有他们都在看笨哎、欸、笨鸡了，他们都在看笨鸡了，哇，笨鸡这边好精彩哦，哇，
这边真的很像那个演唱会，然后粉丝在那边帮我签名，帮我签名。本就先走远一点，你等下来找我。OK OK 。不要讲生气了啦，等一下我要。你有那杰瑞，你刚刚有看到我的附魔术吗？没有。我应该全那个了。OK OK OK， 没有，因为我身上有锋利伞，你可以合到斧头上。有，等一下，我先看一下哪一本、啊。我看无限的、啊，看一下。嗯。强力火焰应该会有无限。巧克力那边其实很爽哎、欸，就是在他脚下插火把，他都摔下去了、欸。哎、欸，对耶！哎、欸，你看可不可以把巧克力勾下来？嗯，本机，感觉很酷。笨鸡去吧。等一下，那个苦力怕游的好。本机，你先跳水里。好可爱哦、喔！他觉得你绝对死啊！他的游泳速度好像也没有很那个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时间四分钟，快五分钟了，快跑！哦，哎，巧克力游走了。好啦，也差不多了。这边真的很精彩。不是，我们刚才太近 了，而且那苦力怕为什么直接爆啊？结了，不行了，哦。啊！哇，你剩半颗星，你合出来了没？哇！他也不跟你去捡了，该不来捡的啦。有啊，一个一个射掉就可以。我已经被发现了，我没有想到他过来那么快。可惜了。来看他们另外妹子在干嘛？我现在不错啊，自杀炸弹客哎、欸。我现在身上有安跟一个荷叶啊。好，你过去、哎，你想办法藏你的气息。嗯，隐藏你的气息。好嗨哦。哦，他在合了，哇，更强力的攻，看他怎么走。你要往哪走呢？他来了，慢慢靠近。他往村庄那边走了。嗯，他在你右边大概十个距离的头山顶上。他往你旁边了。他要到你那边了吗？他有天眼兵啊，他有天眼兵，他知道。哦，他要去找哦。来了。哎、你往下吹啊？不是。哇哇哇！啊，没有，可惜哇！你应该太可惜了，上去该上去的，那尽量贴在他旁边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我刚刚又想要把他拉近距离啊。哦，嗯，可惜了。而且还蛮好玩的，就是身上有那些，对啊，会自爆。所以其实我刚刚策略不错，我们都不要掉就好了。感觉就掉到一两个就可以直接走了。对啊。然后逛村庄哦，可是我记得你不是说村庄没什么东西？真的没什么东西。好了，对，我觉得巧克力要远远射了。然后要远远射那些在钓鱼的。对。Lumi， 红队还不提醒吗？哇哦，应该看到了吧？还不提醒吗？啊、哎呦！酱油，哇，摔伤，苦力怕，哦哟，好险，跑走了。苦力怕再有速度提升就太妖怪了，太可怕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本机你，哦，你切那个是不是？放酱啊，还在调整啊，还要调刚刚那个东西吧。酱油，哦，哎呀，哇哦！远距离狙杀，可是他现在露咪，等一下还是得动啊。对啊，这边是。然后巧克力很主动哦。对啊，很主动哦。是苦力怕，是苦力怕。哦。哦，哭攻，哭攻，射不到。哎呀，这个箭太软了，你怎么射那么软啊？哦。哎呀、啊！这个空空的箭一射出去秒锤、欸，直接锤下去。太软了啦，太软了，不行啊！哎呀，我笑了，还在射哎、欸。嗯，哇，
你看这个窟窿，为什么漫出那么多啊？不是，你们每个人好狠，我们身上都有安跟荷叶啊。对啊，我们刚刚也是掉到一堆。最可怕的是那个本经验跟他在那个泥土那里，然后他一死到砰一堆。一个洞，但为什么会能死掉会喷那么多出来啊？对啊，身上有安啊，身上的对啊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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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隐月是他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他被一只炸死之后，突然那个地方十几只，对啊，赶快逃离，完全不敢待在那边。你们其他人怎么一开始这么啊？因为只你们没有垫高，他就直接贴脸。没有，我跟繁星有垫高，但离太近了，我们在小池塘旁边，对。他掉到一只就嘣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嘣，他自己神掉，他一开始掉一开始就掉到无限，他就两个掉到无限耶，那嘣就死了。第一杆耶，无限高，第二杆苦力怕嘣，直接爆，来得快去的也快，直接飞到一动不了。你看他，你到底在干嘛？哎，你这是造福后人哎，不到五秒就死了。东西跟这样，你们这都还没掉到无限啊？没有，没有啊！我掉到快十把强力士，但是都没有无限，没有无限就没用了，运气问题。有阿纪，你是牺牲了你的命。哎呦，你这是种棵大树造福后人。一开始超绝望，想说你怎么那么快就死了，然后接连就嘣嘣嘣，大家都死，大家都跟着死了。太可怕了，直接贴脸。换一个，换一个，换一个。好，好可怕，好可怕哦，很可怕，很好玩哎。我有那时候刚开始有出现几次的时候，我们想说啊，我们先在上面平台先合一合，之后再下去好了。然后结果没想到一出来就跳起来，嘣，直接傻光光。掉完了，掉完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太棒了，可以平缓一下了，可以平缓一下了。啊，后面不是了、啊，不是钓鱼了、啊，不用了。嗯，往开。啊，累。开始。绿队加成。绿队。我们的苦力怕都是我们的队伍。开场给十个原木哦，然后呢，这个里面的怪物啊会比较特别一点，嗯，特别就是本机的怪物指令包，不会生怪啊，你说会技能的那种哦，对哈，这里不会生怪，这里没有怪物，尴尬啊，被打了，哇，被克，快张，快张。你不要那么快乐的话，进师徒。哇哇哇！酱油被狗虫开机了。怎么这么？酱油被狗虫开机，狗表示我要开台了。换我了，换我了，换我了，换我了！你去捡垃圾好，换我了。我还有。还有，原本想说刚刚那个轻松一点，这个刺激哦，大嘴刺激一点哦，不演了，好，换狗开台了，换狗开台了，换了换了，我想开台，换来了换来了，哦，你这狗把我重开机了，壮游你不要再打了，人家你的狗在帮你开台，我手拿到什么这个啊，这是什么？怪物产生凶猛变异的物品。黑丝网，这是 boss 哦。哎，对，就是里面的怪物都会有一些是特殊的，然后如果是发光的怪的话，就是 boss。嗯，对，就比较强，血量很多，啊，所以可以让怪物变成那个 Q 给他，他就会那个变强啊。那一个种类的怪 boss 在场上就只有一个，比方僵尸的 boss 就是一个，嗯，枯光的 boss 就一个，嗯，打死他就会掉他身上的东西是吗？是吗？算是。像这个黑丝网会掉那个、啊、那是金苹果啊！哎呀，哎掉下去了！哎呦，他没死，他没没死哎、欸！算了吧，那中间差一点啊，中间差一点啊！好啦，中间大宅，拜托我跟你讲，大宅里面跟你讲会超那个哦，还要多一点，太多了，要不要多一点下去？
为什么要拿一些奇怪的东西？附魔矿车。我要，那个是击退会很远的。哦、好像很强哎、欸，反正他们的掉落都会有很多稀奇古怪的啦，但是就还好，主要是他们的会变很强。哦，你跟我讲一样。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有一个窟窿是隐形的，他的箭矢会是回血。哦，那就给他射就好了。如果可以找到他的话是不错，可是你要能够找到。哦，但主要还是因为是森林大宅啊，中间的那个拿斧头的啊。还有那个法师 啊，都是会很厉害的哦。哦、那可以不要进去吗？啊，可以啊，只是那个剑说啊，中心点就在那边、哦。最后中心点就在这里，没办法。哦，你可以不要进去。那清除怪物二十分钟，是二分钟之后就不会有怪物了。哦，对不起。啊，对对，二十分钟后不会有怪。那就说、啊、说到中间，那其实也不影响怪物，不影响啦、啊，因为说到那边。说完才没有怪啊！哦，所以你说的过程中还是会有怪，要躲啊，嗯，边躲一边盾斩，完了就知道，完了就知道，嗯啊，小石像这个，哪个？就是这个的话怎么样？重爆还是重爆？嗯，重爆，苦力化可以讲一下，苦力化有两种，一种速爆，它会很快速靠近你，然后爆，可是那没有伤害。所以看到那不用怕、哦、啊，另一个是重爆、哦，爆炸威力会超级大，可是它五秒才爆啊，弹核弹，所以还好还好，还可以，没事啊啊、哦，那就一样有个金头颅哦，让大家可以吃起来，好，飞机们对，分。四个超完之后的是不分敌我乱打，拥抱，好可怕哦！要自分开，分开，好，再见了，拜拜，好了，我们自己下去啊！不是人少了下去吗？刚不是这样吗？啊，人，哎、欸、没有，哎、欸、人少了、欸，对啊，人少了下去没错啊，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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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人少这么可怜哎、欸，拜拜，没有，可是我们这边那种四个人那队有繁星啊，我们斗不赢啊，不是、啊，你刚刚说不是人少的要移动吗？斗不赢，再见他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。我有点想去大宅那边把怪物全部变身吗？变完之后就不干我们的事了，有没有？对，我可以进去把它丢在地上啊，就走掉吗？走了，然后不干我的事喽，走了。走啊！我想先去直接大宅玩哦。好，可以啊，走。大宅在哪里啊？大宅在哪？大宅在哪？在旁边，好像是那个方向。大宅在哪？哇！结果跟着你走，你突然回头。我在找大宅在哦，在那边看到了，已经有发光苦力趴了。诶、欸、大宅了哦，有诶、欸、我看到了，有人在放了呢，是有人放的吗？还是哦，在这边，我到大宅前面了，我来喽，我听到蜘蛛，诶、欸、绵羊有没有笑啊？他不是怪物而已，怪物介绍。可是都是动物啊，应该不会只限那个。这边有水啦，跳这里啊！我这里可以慢慢下，我这里可以慢慢下。下来了，打树下。门在哪里啊？那边吗？好像不是。大一点木条。我要带一点木头进去玩。对啊，我想说带一点，至少有个斧头。对啊，凡西现在在 FB 直播哦。不，哇，竟然有人问我在哪直播哎、欸，好难得、哦。快去看哦！平常都是你们在看哦，给我去看哦，看哦，现在又去了。平常都是问你们的哎、欸。分页给我开起来去看哦。对啊，挂着哦，现在、哦。为什么丢给猪猪会变猪猪玩？我丢给小鸡，它会变吗？我想丢。应该是不会，我猜。黑鸡，哎、欸，有黑羊，哎、欸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黑鸡，哎、欸，你再跑，你等下就死了。会耶、欸，哎、欸，你看，这只鸡要问题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发光
小鸡耶！啊 ，boss 小鸡吗？啊！我要爆炸！谁啊？小鸡会爆炸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！啊！哇！哇这小鸡是不是有点猛啊？那个小鸡的效果是什么？好狂啊、哦！好像是哎、欸，好像是他哎、欸。是啦，他刚喷。哎、欸，再一次！这是什么？兔鸡。他跟笨鸡啊，就笨鸡啊。没有，他叫兔鸡耶、欸。有另外一只是兔鸡，另外一只兔鸡哦，下面那只亮的是笨鸡。那放羊、欸，我想放羊，哎、欸，放这只黑色的好不好？哦，哎、欸，放黑羊，好，哎、欸，母羊座，羊有了，母羊座了，他变母羊座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哦，闪亮亮，哎、欸，这只哎、欸，母羊座会修啊，这只鸡不理我，哎、欸，母羊座走过的地方会烧起来，母羊座修起来啊，哎、欸，是 Q 还是按右键啊 ？Q， 哎、欸、Q。啊！把它丢到地上让它捡，就碰到它了。它不碰不捡，为什么？ 有一些可能不会捡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他们在团队相杀，那只笨鸡在打羊。哎、欸，看我们谁会赢。哎呦哎呦！我觉得鸡会赢哎、欸啊，那个鸡比较怕哎、欸，它会爆炸。他们两个关在底下。哎、哦、呦呦呦呦呦！哎呀，好帅哦！我想一直看。啊！哇！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！我的饥饿瞄准的吐火球，好可怕啊！哇！你不要再来了，鸡！等我一下，你稍微慢。那个鸡很凶。我不敢，我不管要打架了，我要看这画面。有村庄，有村庄。走啊，我们去丢村民。哎呦，变什么？好主意耶！我也要去丢村民。变掠夺者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看到隐形粒子效果是真的吗？对啊，这边有个粒子效果哎。不会是那只枯弓吧？哎、欸，我捡到东西了，隐秘石。捡到东西了，羊肉。这个。哦。什么？秘隐石。秘隐石。那个有什么东西？可以干嘛？我好强哦。不知道拿着可以干嘛？捡、欸、我的比较难吃吗？还是因为现在场上已经有一只发光了、啊、对耶，有一只 boss 机了，有牛有牛，有一只 boss， 有牛有牛，可村庄在外面，哦不，哦不，你要丢一只牛啊，好，有牛牛，哎呦，他来了，香牛，可以打起来吗？可是他没亮哎、欸，没变哎、欸，天上那只鸡有人丢过了啊？天上那只鸡是你们丢的吗？天上。那你哎哎哎，不是啊，打死有 ID 的、欸，有掉东西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我他这只鸡要不要下来？这只鸡干嘛？他会不会是？他怎么在上面飞啊？天外奇迹。他这是天外奇迹耶。他好像没有下降的感觉。你放猪猪应该会有 ID， 然后再把它杀了，会有东西拿。哦、好好应该不会像我刚刚那么恐怖的鸡吧？可是没有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只猪没有啊？还是刚刚那只没有？刚刚那只牛是原本就有 ID 的。哎、欸，鸡要下来。哦，没有。他要先降落，他要降落了。他降落了，好久、哦。我们在等你。打不到他，哎呦了！哎，他有名字哎，他有名字。对啊，他有名字。什么鸡？浮什么？浮空鸡。浮空鸡。有东西，有东西，叫什么？没有肌肉而已。没有，有亮亮。哎呦，有一个什么不降干保护的那个保护哎，他是有什么效果吗？啊、保护一则不降干。就这，他没有加效果、啊。对，小鸡，还有没有？小鸡没用，不会播的。刚刚那边打的如何啦？我回去看一下。剩小鸡，剩小鸡。巧克力耶！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剩巧克力。有看到巧克力了，把它引去找那只小鸡。